我父母一直对我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，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开心就好了。我每年夏天膝盖都是烂的，因为像会像男孩一样，就是上树啊，各种爬坡、爬墙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更容易和人相处吧，随和、接地气。交不到男朋友。